我云林县哈最高龄的廖菜阿嬷哈是住在我们虎尾镇兴中里哦，那现在已经111岁了哈。我已经连续5年哈，在这个敬老节的时候、重阳节都特地来看阿嬷哈，在这里也祝福阿嬷哈，她能够更健康哈，那更长寿。啊，今天非常欢迎回到咱的张县长哈，这回来给咱阿嬷哈。来拜访我们这个敬老年金，我们虎尾镇公所哈，今年咱老将对咱的长辈哈，咱的重阳礼金嘛是加嘛哈，叫好阿妈，吃个礼啊礼，安尼好不好？